诗篇150篇第六节，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即是我对身边任何人，甚至我对此恩都当他是朋友的，他自己都知道，即是我会尊重他，对他的态度会一样东西，从来他有生之年，此恩即是这20岁来，我从来没跟他发过一次脾气，一次都没有，因为我当他是朋友，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对他发脾气，我是这样看的，即是我对每个人都是，但不是说你们每个人都这样对我嘛，明明我是受膏者，你当我是朋友的话，而到第日你已经放不低那个面皮呢，你一路到死都当我是朋友的话，你有机会因为这样而受审判的，因为你其实不可以当我是朋友，你一定要当我是受膏者，即是明白吗？即是等于神加冕了皇帝的话，而那些子民他不当他是皇帝的话，即是你不给面子的不是不给面子这个人，你是不给面子神，因为神已经加冕了他的了，即是你都仍然维持你的尊严，你做开的态度，做开的方法，那就变了，就好像等于以色列民他不尊重摩西一样，神说他不是厌弃你，即是对摩西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他是厌弃我做他们的神，是吧？这样吧，当然这个在撒母耳的时候也是另一段，即是又是神这样说给撒母耳听，就是他们要选择个王，好像外邦人那样，是吧？那所以其实在你身边你亲眼见到这种的考验，因为这种考验就是说神是公平的，是公正的，因为他知道就你回了一间好教会，就算你信仰明明是差，你的理智都告诉你你要信得好，你要回石安，因为理智告诉你真的原来耶和华已经证明了神是真的，但是就好像以色列人都一路知道神是真的，藉着 Logos， 但是来了个主耶稣，他们就立刻不懂得自处，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信仰，所以你们不懂反应的原因呢，或者你懂反应的原因呢，就其实反映出你的信仰是真的。你是真的话呢，其实你对神的受膏者的态度呢是会越懂得反应的。譬如你见到我对神的受膏者的态度，你就知道了。你见我这么多年都教你们的嘛，同我告诉你，我对好些神的受膏者的态度，我会很卑躬屈膝的，我会服侍他的，我会做他的司机，我会帮他搬搬抬抬的。虽然我已经是牧师了，我都会这样尊重他们的，是吧？因为为什么？因为就是他身上的恩膏嘛，那时候我教恩膏的时候都讲过给你听，是不是？就因为他身上的恩膏，神 as long as 高他的话，我是尊重他身上的恩膏，这样，所以这个最安全的了，即是他越受高仍然有恩膏的时候，我会尊重他，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身上的恩膏就是我的救主，那我用这样的态度尊重他，这种态度即是他越受高我的态度越是这样的，但如果越不受高当然就不，即是我以前尊重他，后来都变成不尊重他了，是吧？那这个就是你们都应该这样，但是当然你们所见的恩膏就还比我有生之年见到的还大，是吧？因为神在这段时间当中所给我们的印证，那种惊人的程度，但是呢仍然是另一点，就是这一点就是什么呢？你们的态度其实亦正好会是这一千年里面所有人对石安的态度，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没办法，这点我没办法成为他们的榜样，我没办法了，因为我没办法，即是我示范给你看我怎样尊重自己，这样不行的嘛，是不是？但是问题，这一千年里面他们怎样尊重这间教会呢？其实你想想，我们这二千年里面怎样尊重主耶稣呢？我关于尊重主耶稣方面，我们不是在主耶稣身上学的，我们是主耶稣门徒身上学的，是不是？这个就是为什么新约圣经从来没有一卷是主耶稣自己写的，新约圣经需要就是因为你们需要不单止学习主耶稣，并且你要学习他的门徒怎样对主耶稣，是吧？所以变成你们觉得没用，我不是经常都说一样很有趣的，我说那些人会猛看你们的再加上水旁的感染的你们的金笔的，就是这样，因为他从我身上只会见到神的真实，但他们不会学到应该怎样对我的态度。所以你想想，如果既然这样，神几寄望我身边的策略家，几寄望我身边的人应该怎样懂得对待，因为他们越懂得怎样对待我，他们才做到他们自己的本分，影响跟着来一千年的人都懂得用这样的态度去对石安嘛。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我经常都说，除了我信息之外，你们所有留言我们会留回给下一代，千千百年都会学的，因为为什么？在他们来说，你们的留言就是新约传书，我自己讲的东西就是我的生平里面所分享，但是他们应该怎么对我呢？由我口里面讲是不足够的，为什么不足够？因为不能够全面嘛，有些是
隔山打牛，有啲甚至系我亲戚，有啲甚至系我身边嘅，有啲甚至系我个仔。在佢哋嚟讲，有啲可能系我哋嘅亲戚啊、朋友啊，或者好多血统啊，甚至系咪？因为如果所讲，佢哋有啲甚至系讲紧而家今日仲同我哋一齐活着嘅，嗰千禧年里边活足一千年喺度噶，佢哋就需要学下你哋点样对待我啦。所以新约全书就系佢哋识得用一个态度点对主耶稣，所以就写咗出嚟。写咗出嚟之后，佢哋就以呢一个做一个榜样咧，就做到佢哋自己要做嘅嘢。咁所以你哋对我嘅态度，你哋所写嘅呢啲金笔，你哋有嘅回应，其实对于嚟紧一千年，唔单止系呢一代啊，千祈唔好谂住净系呢一代，唔单止呢一代，将来会有一千年嘅时间，你大把时间佢哋睇翻。咁然后用翻呢咁嘅态度对翻我所分享嘅信息啦。因为点解？因为到时佢哋一定会有一个现象，有咩现象呢？就是他们当然是因为我最新的教导而接受这间教会，甚至是因为我们最新的发生的事件被提而接受我的教导。但他们一定会听回我以前初阶的信息，而初阶的信息可能他不尊重，因为这样，因为他听到入华最精湛的信息，最有印证的信息，但你又听回入华那些自己都不是很肯定自己身份的信息嘛，是不是？那他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呢？现在就知道了，因为从你们身上他就知道，他从你们听回这些信息的回应就知道。咁呢个就系一个整全，点解我哋会呢间教会建立嘅一个将来一千年有嘅安耀文咧？举世冇其他教会做到嘅，系嘛？佢边可能？因为佢哋啲信息都冇落低，都冇录低，更加冇睇翻啲信徒啊、杂不楞啊嗰啲嘢，佢历史都唔清唔楚。唯有真系有史以嚟咧，石安先做到一个咁，即系神让我哋做到一个咁简直想象唔到嘅类似百科全书式嘅石安存在感嘅现象出嚟。咁佢哋咪可以從呢個角度當中揾到自己嘅角色咯。咁所以呢一點就係喺歷代歷世而嚟所預言嘅教會嘅聖殿，原來喺千禧年嘅時候嘅結構就係咁樣啦，就成為一個真係即叫有資格成為一個紀念碑啦。任何形態、任何形式、任何一個觀點嘅紀念碑存在喺歷史當中係前所未有，但係就只有呢個時代嘅科技，只有呢個時代嘅石安。先至做到咯，同埋最有趣就是我哋打从一开始教会嘅第一篇信息已经录音，即系呢个真系好疯狂啊！几十年里面系疯狂到简直其他教会真系望尘莫及噶嘛吓。诗篇150篇第六节：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心。求可亲近上帝，愿献上活祭，盼与神联系。年月默然飞逝，但我心越奋发坚毅，情意诚挚不会停歇枯萎，全倾出我心灵。全倾上热烈爱情，灵里感应诚意，愿神光辉照影，求可瞻仰主荣，求可敬奉在圣殿清风心灵，让我踏进主居所，诚心的尊敬。